家好，今天介绍一下闯王第七版燃气移动蒸汽洗车机。这款机子呢，闯七机子共分三种壳子，这是第一种 A 型的大壳子。今天介绍的这款呢是20公斤的超高压的蒸汽清洗机。好，我们有请师傅打开。首先先打开煤气罐内部的阀门，其次打开背后的总开关。这款机子呢是傻瓜电控，就是没有线路板，机子非常稳定。它可以当高压蒸汽，20公斤的高压蒸汽，目前是国内唯一的压力气量最大的，也可以做高压冷水，这是一个两用的机型。好，另外还有一个微水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微水。这微水呢，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雾化的冷水。设计微水呢，主要是用来对车身表面用来打湿，更多的是很多人在上面再加一个水箱，用来打水蜡用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蒸汽。好，这是 A 型的，我们看到这个三轮车里边呢，这是一个我们的 B 型的机子 ，B 型的。那么还有一个 C 型的一个蒸汽清洗机呢，它是放在两轮单车上的，这个机子启动非常快，只需要10秒钟。好，我们看，待会儿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双枪的机型啊。那么双枪必须持续放下2把枪，同时在10公斤以上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双枪。那么这一把枪放进呢，压力呢就在20公斤。我们看到，好，这是一个我们即将清洗的车子。好，已经出蒸汽了，10秒钟出蒸汽。好，今天呢我们这个车先洗一半，后面一半呢由我们 B 型的三轮车洗车机来做一下清洗。OK， 我们看到压力已经正常出气了，可以调干湿度。那么车身啊，泥巴越多，蒸汽的水量呢就应该越大。好了，
双枪的蒸汽机啊，你看单枪一把枪放置。双枪同时放气，在十公里以下，国内唯一。温水枪按下防动，先调出一条弹。我们看高压冷水的效果。墙上，好，这是一个高压冷水，所以说这款机子是20公斤的高压蒸汽，双枪10公斤，温水、高压冷水三用。咱这个接口，这个接口可以接吸尘器，把吸尘器拿过来。OK， 就拿过来就行了。这个接口啊，插上就可以。好，就是这就是闯王蒸汽清洗机。好，我们先将高压冷水关闭。好，这是48伏的吸尘器啊，设计非常完美。边上这个口子是接12伏的一些车载设备。OK， 好，关闭。非常感谢大家。